明天把那个楞严经的义贯带来啊，还有楞严经的讲义啊，义贯呢会不会用得到不知道，但是呢带来会比较保险啊。我们呢这个楞严经讲义啊已经到最后的课程，最后的课程啊，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尼佛。一五零七，7, 请翻开《楞严经》讲义一。 五零七第四行能非能指经文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以极灭精妙为缘这句的意思重点就是修楞严三昧的善男子。 已经穷尽了生灭的行因，已灭了生灭，不再招感生死，而以究竟的极灭真如如来藏性还没办法圆满，所以精妙未圆。简单讲，还在适应的这个阶段。看左边经文。 这个是第二，能非能止经文。若以所归，懒为自提，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生圣结者，是人之多能非能止摩西所罗现无边身。 成其伴侣，弥佛菩提王师之见，说若于所归，啊，如果对于所归属的的第八世，就是世因呢，啊，懒为自体，懒为自体呢，就是不讨论身。 哎、呃，只关照这个世心，维系的世心就是望生观世了。不讨论生，只讨论这个世，最极维世的啊，维系的世心，久久啊，怎么样？自己成为哎的字体，所以为字体啊。这个字体就是以世心为字体。 不是我们所讲的究竟的真如的本体，懒为自体，就是把最极维系的八事怎么样懒为自体，以四心为身体的意思。尽虚空界十二类内啊，这十二类我们前面都讲的很清楚，所有的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 在这意要特别的注意的就是，皆我身中，他这个身中是指以四心为身体，简单讲，这个身中是指四心，啊，稍微特别注意一下，啊，不能用这个，呃，名相，啊，误解了佛的本意，是皆我身中一类流出，因为。 他停顿在最极为细的八士，所以他现在以四心为身体，生圣洁者，生圣洁的就是不到究竟，误认为已经达到了究竟，叫做生圣洁者，啊，只要还没有到究竟的佛国。 中间只要你产生那个圣见，就就有能所，就有能所，那么就有有能所都是续论，啊，所以在《大智之论》里面有讲了一句话，你要特别的注意听。若非究竟实相，一切皆是模式。这句话就告诉你，如果不是究竟实相的成佛的真理。 其他都通通判为模式，啊，凡夫是魔，包括是果，包括菩萨的结位，通通不究竟，唯有一佛圣，除佛方便说，只有一佛圣，所以大致都能说，除究竟实相，其余皆是模式，通通叫做着,着,着魔，通通不叫做究竟。换句话说，你今天你学佛了，不可以。 啊，得少为主，果足不浅。你今天要发大菩提心，迈向就近的佛果。如果你中间呢生圣解者，那就麻烦了。是人则堕，能非能止啊。做一下笔记，能就是我为能生彼，我能生彼；非能就是彼非能生我，啊，能就是我能生彼。 非能就是彼非能生我，就我可以生他，他不能生我，所以就是能非能子，能就是我我也能生彼，那么非能呢，就是彼非能生生我这个执着。那么这样的执着跟外道的世界的顶天的摩西首罗天呐、啊，大自在天王啊是一样的执着啊，能现无边身在这诸位。 啊，这个是小小的神通，这个无边身呢、啊，啊，跟我们呢、啊、在拜梁房那种啊无边身菩萨那可是不一样的，啊，虚空藏菩萨是无，啊、呃，不一样的。这个无边身意思就是，在世间人来讲，他已经了不起了啊，有很多的变化，所以这个无边身是大智在天，能现无边众生之身啊，这个跟佛的大神通不一样。 哎，hey, 所以这里要、啊、稍微注意一下啊。无边身，传奇伴侣，就是跟大智在在天呐啊,啊，呃，气度相同，计算机的计。那么简单讲，就是物以类聚了，物以类聚了啊。这不信，另外有什么因果了？因此啊，就迷失的佛所证的菩提，迷失佛所证的菩提，王师的正治正见的因地心。 诸位，这个初发心、因地心，没有亲近到圣善之事，那么简单讲就是成佛无望了，成佛无望了。所以，我们的处事态度决定一切，修行知见决定一切。啊，这这辈子你没有碰到大悟见性的圣善之事，简单讲，你没有办法成佛，永远不可能。啊。 那么整句的贯穿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乐意所归的第八世，懒为自体，以四心为身体，近虚空啊，尽虚空界，十二类生，所有的众生都是我四心生中一类所流出，啊，以四心为身体，然后生圣洁者，这个人就堕我未能生彼，彼不能生我的执着。 从外道的四世界顶天的摩西所罗天大自在天王能现无边身，啊，这一类的外道是相同的执着成其伴侣，就是物以类聚，就是本来要修习佛道，落入外道啊，不信别有因果，迷失了所证的菩提，王失了正知正见的因地性。 因此，一个女人嫁错了郎，嫁错了丈夫，是这一辈子的事。一个女人这一辈子要修行跟错了师父，那是法身慧命啊，生生世世的法身慧命啊，永远断绝，永远断除，啊！所以说，起步若错啊，万般皆输。这个就是叫我们修行的时候，千万要用大智慧。 来选择，起步落错，全盘皆输。生命，哲学家说，生命是一连串的行为所组合的，不能只有啊嘴巴说说而已。换句话说，一切的出家在家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切出家在家都必须对自己的因果来负责。再讲一遍，啊。 人的生命是一连串的生命，一连串的行为所组成的。人的生命是一连串的行为所组成的。简单讲，我们的身口意就是行为，啊，包括我们要修行。我们的修行是一连串的证件所组合的。接下来，若欲所归者，念前章也。 但是前章有乍现圣相之文，以将世因为所归之果。今仍念所归两个字，前面但只为归托之处。这个是把归托之处，就是把第八意识啊作为所归托。现在不是把第八意识啊这个是因懒为自体。 是其差别，懒为自体，就是妄生观世的久久观成，啊，为见四体无边，不见有生故，即以世心为自体也。以为尽虚空界十二种类，所有众生及我身中一类流出。 生书圣觉者，将必以我为能生彼，而彼非能生我，故耶是人则堕。能非能执，摩西所罗即色界顶天，乃是三目八臂，其白牛之白虎，大自在天是也。诸法难言，悉犯志啊！常修犯恨，犯志，注意，通指一切修行人。 只要是印度的一切修行人，通通称为犯制，啊，常修犯恨，犯恨就是断绝男女了。所以在座诸位，有时候这个外道啊，某一些方面呢、啊，还做得不错，啊，只是他的志见偏了，没办法啊成佛，所以就常修犯恨了、啊。简单讲，如果你要投胎转世成天界，第一个要断言，啊，身心才有光明。 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光明义。天则光明义，身不盈，心也不盈，才能投胎到天界去。啊，所以常修犯恨，赐受若天，以为天尊。今言现无边身者，为大智在天，自寂于身中，能现无边众生之身，而此是因行人，即我身，彼十二类身。 一笔既同，故应成其办理；不信别有因果，当然啊，就迷佛所证菩提之果觉，忘记比天为殊胜，自因王是政治政见的因心，所以我们要修行，要应该果海，要果测因缘，下手处要不生不灭的涅盘妙心啊！所以也我们呢，常常啊到寺庙里面抢啊，看到这个。 啊，呃，应该国海果海果次因缘，哎，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的思想。五零八后面经文是名第二，力能为心成能是果，为眼圆通被涅盘成生大漫天，我片圆种。 这是名第二，这第二种啊，外道的执着力能，就是能摄还有能生，哎，能摄一切众生，能生一切众生，为因地心。为什么呢？十方众生皆我流出，通通是我生出来的，成能是国。哎，接下来就失去因地心了、啊。 啊，五失去因地心，所以的为圆的圆通，离圆通啊越来越远了。哎、啊，同时也亡了果地的正，不但失去因地心，同时也亡了果地的正。啊，被涅盘成，修行要方向正确，越来就越接近涅盘。他刚好违背的不生不灭的。 啊！果地姐又背了佛陀究竟的涅盘禅，身大漫天，大漫天就是自在天呐、啊。妙计我骗一切处是，缘就是十二类身啊！十二类身，这十二类身就是原种十二十二种类啊的众生叫做原种。那么整段贯穿起来就是四名第二。 啊！力能色能生为因地心，因为十方众生即我流出，成能是果，使其因地心为圆通果，同时也亡果地震，被佛陀的就近涅槃成生大自在的大漫天妙计，我骗一切十二类生种，十二类生皆是我生出来的。哎，这个漫呢、啊？哎。 他有一首歌啊啊，那个那个慢呐、啊，如果是大漫天呐、啊，也是外道天。那么还有一个是寒着的寒呐、啊，寒慢呐、啊，哦，而且升到这种天就很惨了，叫做寒慢梯了哈，寒慢了、啊、哈。哎、欸，因为像那个台语歌啊，它有一首歌啊，我听寒慢一些者寒，还有一个慢啊，寒慢就是很笨的意思了啊。 力能为心，成能是果者，因尽是以能摄，其能生，遂力为能为因心。十方众生皆我流出，遂未成就能事之果，为远缘通者。啊，是因地心呢？被涅盘成者，则亡果地震生大漫天，也就是大自在天呢、啊，自己能生一切，其主先慢。 啊，其主就是一开始的祖先呢、啊，就是先有傲慢心呢、啊，故以大漫天呢、啊、为名，又即字体周遍虚空啊，含一切。今行人谬记，即同一笔或啊，成笔种类，故曰我与原种。正脉这么说，此即视为字体流出一切，何以佛说的万法唯是呢？答。 佛所说的“万法为事”是言生如幻呐、啊，生即是无生呐、啊。啊，为什么言生如幻？在座诸位，佛法不用多，要这八个字就解决了。啊，言生如幻是什么意思呢？也，诸位，只要是因延生的东西，它一定是生灭；只要因延生的东西，一定是无常；只要因延生的东西，它一定是条件所过程的。 哎，只要是一年生的东西，它绝对空无自信，找不到一个究竟的实体，只是借种一年生的。所以，延伸重点在哪里？就是空无自信，求其自信不可得啊，就是延伸。所以，佛陀给他告诉我们，说是如幻。那么，在这个《楞伽经》，大会跟佛在对话啊，大会就问佛说：“何以啊？” 一切法延生名为如幻，叫做如幻。佛陀说，除了用这个如幻来形容原生的假象以外，没有一种名词更能贴近因缘所生法。所以佛陀说，佛陀说延生就是如幻法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延生，你不能说它有。 有，它是短暂的，是生灭的，是无常的，空无自性的，也不能说它没有，说它没有变成断灭见，说它有的话落入常见，啊，佛理两见，佛理断见，佛理常见，佛性非常，佛性非无常。说我们今天讲的，啊，说一禅体，有人讲啊，在在问了啊，六祖说一禅体即断善根。 是否就见意啊？所以六祖就回答了：我们的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佛性不断啊。是意思就是说，这个造的很很恶劣的恶业或者恶之见，他会先堕地狱，要做很长很长的地狱苦。谤佛谤法谤身，乃骗局前面有讲过骗局啊，十八层地狱再接下去骗十方界，通通要受完。 比喻他要成佛的机会很难了、啊，因为掉进去外道的之见，啊，那么究竟意呢？究竟意有一天他翻过来，哎，善根还是不会，嘿，还是不会断的，呃、啊，所以说啊，一禅体说断善根的众生，比喻他要受很久很久的苦的，再来不晓得他什么时候经过百千万劫才能够碰到善知识。 再一点醒，善根，再慢慢慢慢的开发出来。所以佛性非常非无常，世故善根不断。哎，这个所以佛讲的有时候是权巧意，有时候是究竟意。所以因此啊，这些大学教授啊，啊，如果不是深入佛法的研究啊，他说：“哎呀，你们这个佛法实在是搞不懂，一下讲这样，一下讲这样，一下讲这样，讲这样也不对，讲这样通通对。” 到最后连对东都要否定，而、啊、这到底是什么呢？哎，接下来此即实生安得、啊嗯、一策啊啊！这里啊认为啊有能生跟所生呐、啊，全部都是由第八意识所生出来的，当然就有能生所生，对不对？此即实生呢、啊，实生就是实实在在,在的啊、呃，由第八是流出来的，它不是说延伸的东西，当下就是空啊。 哎，所以言生如幻呢、啊，生即是无生，就是佛的啊的思想。那么此即实生呢、啊？实生就是实实在在从第八意识流露出来所生出来的。简单讲，就是能生所生，安得一策？又为是证明无他心外之法，此即能生他法呀？婉而颠倒，何以之有啊？ 接下来常非常直，有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而以极灭精妙未言。这个是第三常非常直，准善可以知，落意所归，有所归依，自依身心，从彼流出十方虚空，咸其生起，即以度其所先流地，作真常身，无生灭解。 在生灭中，早即常住，即祸不生；一迷生灭，安住沉迷，生圣劫者，是人则堕常非常直，即自在天，成其半离弥佛菩提，往世之间。啊，注意这一段呢、啊，对初学佛法来讲啊，这简直是天文啊，天天书了、啊，这实在怎么看都看不懂啊。 那么对老参来讲的话，啊，如果稍微不注意啊，啊，就会迷茫，啊，解释一下，若欲所归之四元，啊，之四，就是四元就是我们所归的八事的，若欲所归之四元，啊，前面讲形音断了吗？现在是讲的是四音吗？若欲所归四元，一元两元的元啊，若欲所归四元啊，有所归一啊，认为。 是我所归处，一的后面加一个处啊。若于所归誓言为我所归之处，就是把第八意识，就是他所归之处了啊。现在就是啊，自己啊，就怀疑啊，这个身心呐、啊，从彼流出，就是从这个誓愿所归出的誓言流露出来的十方虚空啊，贤妻生起。 包括十方西空，也是所归四言，我所归之处所升起的，啊，即都起，所先留地，这个都起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名词，就是全部的意思啊，即所有的全部怎么样所先留处处就是地啦，啊，先留就是造作，就是身心所造作之处，哎。 简单讲，就是即所有全部升起之处，啊，为身心所造作之处，与所归之事言，做真长生，还在最极维系的八事，就做真长生，就是我的境界到这个地方，我看到了就是就近了。佛教呀，就是最怕这种人。 为证言证，然后开始批判所有的法师、其他的道场、八卦、技士，通通批评。啊，提早做真长生。所以，因此在末法时期，为什么会这么的乱？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就是每一个人呢、啊，得少为主，执着自己的角度是究竟的，他够资格做别人的老师。 他可以拿着一条政治证件、道德的鞭子来鞭策别人，别人不够资格教我，我够资格教别人。这个就是以所贵之誓言做真常生。哎，为正言正，还没有到究竟的佛果的菩提，就认为自己不得了了，无生灭劫。啊，那么在生灭中，诸位。 前面呢加一个字啊，叫还还，还在生灭中至第八世，且提早，啊，这个早记长住就且提早，记长住，后面补上两个字真仙。哎，那整句的意思就是说啊，于一说归之誓言做真长生，啊，无生灭解啊，还在生灭中的第八世，且提早。 即为常住真心，这颗就是常住真心。不晓得是最极维系的八事，不知道。好，这里要做笔记。既惑于真汝，既惑于真汝，不生之理，亦迷于四因生灭之心。既或不生，亦迷于生灭。如果不补上几句，你就看不懂。再讲一遍啊。 既或于真汝，补上于真汝，既或于真汝，不生之理之理啊的道理，一迷四因中间补上两个字，一迷四因神灭，后面再补上两个字知心，哦，那这个八个字看起来啊，就一一目了然了、啊，一目了然呐、啊。 那就看得非常清楚了，既惑于真如不生之理，亦迷于世阴生灭之心。那么就很清楚了，就完全看得懂了，啊，那么安住沉迷，诸位把笔拿起来，安住沉迷就是真妄双迷，真心也搞不懂，妄心还没彻底了解，真。 妄双米啊，真如心自己不知道，对于八识的妄心、维系的妄，还是不能彻底了解，所以叫做真妄双米，就是沉迷了。审圣觉者，审圣觉就是执为殊胜了修行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你注意看，只要在家即使 会攻击别的居士林、别的道场，都是犯了这个问题，执为书圣。在家居士看不起出家人，就是认为我修的这个就是最殊胜的，这个就是犯了这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之间的毛病。啊，乃至于说一切出家人讲经说法，以为我可以拥有正法。 啊，佛陀的正觉、正知、正见，我可以拿着鞭子鞭策别人，别人都是我的老师，这个就坏了。这个就是执着自己为书生之解。啊，书生之解，所以啊，如果我们今天啊来跟着师父的写法的人，你今天将来有没有因缘弘法也不知道。所以你的讲法一定有含蓄。如果今天我来斋生大会。 我也是来向大家学习，互相勉励，哎，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谦卑是美德，百益无一害。那你去看《易经》里面那个卦，谦卦，只有好没有坏，只有好没有坏，谦虚，只有谦卑，谦虚只有对修行人。 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记得一切生所，不管你修到什么程度，都要这样谦卑的心态来面对对待每一个众生，啊，身圣节者，世人之惰啊，把笔拿起来，长非常长以适应做长，非常啊，就是我。 以及万物是非常，因为从四因流落出来的流出来的，啊，所以非常指的是我以及万物都是非常啊。那么以四因作为真常，非常是指我以及万物都是非常，因为都是从四因流落出来的，所以常是执着四因为常，非常是执着我以及万物为非常。即自在天啊，就是外道即一切众生。 都是自在天所造作的，就是即万物之因呐、啊。万物的的来因是什么？就是自在天。真气伴离，意思就是物以类聚，与外道的自见相同。啊，虽然你迷于第八世的维系的世因，但是你这种自见跟外道一样，啊，与外道自见相同，迷佛菩提王世自见，王世自见，呃。 在座诸位啊，学佛法有困难的地方就是啊，我们知道究竟义，可是一个法师要讲给一个初学佛法的人听，他有非常非常的困难。有一个集市问师傅说：“请问师傅，啊，无名从哪里来？”我跟他讲：“无名，无所从来，亦无所无所去。无名无所因，若有所因啊，何名？何谓无名呢？” 无名，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他说：“就就继续就问他，请问师父，那真如本性从哪里来？”我跟他讲：“真如本性啊，无所从来啊，一无所去啊。”他说：“请问师父，那第一尊佛是谁？”我说：“你又落入这种观念，不是告诉你啊，无所从来，一无所去吗？你为什么一定要用第一尊、第二、第三呢？这个你一直在望里面一直打转。”他说：“师父。” 那么我们本性又从哪里来？我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无所从来，一无所去，对不对？我们的本性本来具足啊，并没有来去、生灭、增减的东西。哎，你硬要它从哪里来？这个就是卡在一个观念，就是我一定要找到第一因，你知道吗？宇宙人生的开始，我要找到真如本性的开始，那个开始到底是谁？在座诸位，开始的第一、第二、第三。 全部都是四心分别，全部都是观念，这是妄动的、生灭的意识心所产生的一个逻辑的推论，才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科学家、哲学家永远不能成佛，是因为没办法排解四心分别、逻辑的推论，没有办法。所以科学家、伟人跟圣人不一样的，伟人是对人类有所贡献，圣人是彻底的解脱。 就完全不一样的是，有一天呢，大陆来参访的就问说：“那师傅呢？爱因斯坦发明这个相对论，那么跟佛陀不是一样都是圣人吗？”我说不：“不不不，爱因斯坦是科学家，是伟人，啊，发明了种种的啊，电呢、啊，对我们现在的贡献很大啊，E 等于 n c 平方。可是呢，那是职能互变，这是科学家啊，佛不一样，佛不一样。” 啊，所以科学的贡献是在相，佛的贡献是在体，告诉你究竟解脱的体，啊，究竟解脱的体。在座诸位，现在呢，把笔拿下，放下来，我再再一次的告诉你，因为讲到最极维系的上面的时候，这个就是关键。我们上一次用电影来来比喻，诸位。 电影那个银幕，那块白色的一幕，就表表示真主。好，现在你注意听。我现在把它放一部悲剧，让大家看着的掉眼泪。悲剧啊，这个一直放啊，电影院的人看了就痛哭流涕了，对不对？啊，感动太感动了，或者太悲哀了，大家都哭掉眼泪。 放了这个，啊，悲剧。看电影，大家都在哭。请问，电影的背后，当下那块白色的银幕有没有增减？答对了，没有增减。为什么回归当下？再来，如果我们把电影演成一出喜剧、搞笑片的，看了大家哈哈大笑，哈哈大笑，表示乐观的人生、喜悦的人生。 请问，当你在看了哈哈大笑这部喜剧，那一块白色的荧幕有没有增减？没有增减，那个就是回归当下，也是没有增减。再来，我们看到战争片的、残酷片的、战争片的，史上了那么的多人，诸位，那个电影的当下那一块白色的荧幕。 有没有终结呢？没有终结，现在是用比喻了比喻了，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不生不灭的真如自信，万法回归当下。好，在座诸位，我们电影演完了，电影演完了，请问那一块白幕啊，白色的一幕有没有增加？还有还有，跟减少有没有？ 也没有，所以再烦不减，再圣不增，不增不减呢？再凡夫真如自信并没有减少，再圣人那一块荧幕并没有增加，演电影的那一块荧幕并没有增加，真如自信就是这样子。我用这个比喻，希望你能够更进一层的。 去体会啊，原来为什么叫做万法要回归当下？凡夫见相，圣人见体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凡夫见的是相，见的是相，当然有嘻嘻哈哈啦，当然会痛哭流涕啦，当然会觉得哇很残酷啦啊、哦。在电影里面，随着情绪的高涨和低潮，圣人没有这个东西，圣人的心就是平衡，感性跟理性。 在英文里面讲叫做 balance，哎，我们数学里面叫是 keep 啊 balance point，保持一个平衡的点，保持一个平衡的点，就是永远没有起落，没有增减，没有来去，啊，那么你这部这一辈子，你的幸福就会建立了，你不受情绪的控制，你不受环境的影响。 学佛就是这个目的，你的幸福从此建立，你的智慧就从此建立，啊，你的菩提道绝对成就，因为你了悟了下手处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你下手处对了，你的终点就一定对。接下来啊，一五一零，若意所归有所归依者，此以上课的差别。 上可以所归四缘，乃为自体。此刻以所归的四言为我所归处。唉、哎，至于我的身心从彼流出，不仅彼能生我，即十放虚空显起生起，况空中所有一切即都起啊！所先流地，地就是处。然四因即为虚空等。 所都起，都起就是全部的生处了，叫做都起了。用现代话叫做全部了，都是它生出来的了。所都起处，全部的生处，啊，四因啊，就是虚空啊，啊，十二类生全部的生起之处，为啊，生心等为就是包括了，包括我们的生心呐、啊，啊，所宣流出。 啊，所现流就是所造作出来的，通通是世音所造作出来的。啊，然后呢，无有生灭结也。哎，在生命当中早迹啊，早迹常住者，是以由真如不生不灭，以生灭合合。 诸位，这一句是方便说啊，是不生灭是树木，生灭是影子，这两个本来就不能合的，所以你要你要是用文字啊跟正量的圣人来谈话，你又一定会死在文字里面的。我告诉诸位，什真如心从来不跟生灭合，这样你才有办法摆脱嘛。跟生灭合，那你哪有什么办法摆脱呢？所以、啊、真如就像树木。 啊，数真实的数目，而生灭的事心分别，它就像影子一样。所以真如从来不以身灭合，啊，只是影像啊，怎么合呢？就像灯啊投射出来的影子，你什么时候看看过这个灯投射出来的影子跟影子合在一起啊？说不像你是对的，说合是不对的。你以身灭合合，灭合合是。 啊，非是不生不灭，要必破和合事灭相信心，方为常住的真心。今世因未尽呢，在生灭当中啊，早即常住者，不宜惑祸。此证不了真如为不生灭性，亦见不了世因有属于维系啊？生灭，诸位就补上两个字：追及维系。 生命，因为你在这样子跟形音就搞不清楚了。诸位，生命讲经说法，生命分三类：一、六根六尘六是啊，叫做粗糙的生命；七、第七意识的形音，啊，叫做维系生命；第八意识五，叫做。 最极维系生命，那么如果你把它说哦，属于维系生命，那那就跟行音的搞混了。所以啊，啊，倒在第七意识的行音是粗糙的外道，倒在第八意识最维系的四音是功夫深的外道。 故业既祸不生，由迷生灭，且真望双迷，安心住着，故业成迷，就住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就知道，在座诸位，反身圣洁这是最可怕的。所有的会攻击别人的、排挤别人的、容不下别人的，都是犯了这个最严重的毛病。 就是生生最殊胜之解。普天下没有一个比我强，全天下只有我够资格教人家佛法，没有一个人能够教人家啊！像我这样子的可以教导别人，因此啊，就不必积嫌，哎，诽谤比丘，诽谤道场，这个就是很可怕的。所有的修行人不能犯这样子的过失。 因此，更有修行的人，如果你真的是大彻大悟，那么你的心就是跟佛的心一样，就进入无争，就进入和谐，就进入平等，有更大的包容。所以那个人常常讲自己啊，正悟到第一地啊，那个人真的是啊，有有功夫或者是大彻大悟啊，在他身旁。 绝对可以感受出那种氛围。大彻大悟的心就是跟佛的心一样，就是慈悲喜舍嘛。啊，没有说一个大彻大悟的人那是生大我慢，瞧不起全世界的人，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堕入外道的圣圣洁者啊，他也会打着弘扬正法的旗帜啊，我够资格骂别人呢、啊。他也会打着我才是正无上正等正觉啊，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末法时期啊，佛也也不注不注事了，诸大菩萨也没来啊，我们眼睛看不到啊啊，正阿罗汉果的大家也就、呃、躲在啊，就是楞严经讲的啊，在深山里面修行啊，剩下我们这些凡夫呢，是不是啊？还得要经过种种的挑战呢，还得要经过种种的挑战呢。 尤其在这个末法这个时期啊，啊，他要这样，他要这样搞，你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我有一个人呢、啊、来告诉我说：“哎呀，师傅啊，那那个女众啊上上台呀、啊，还还做这个三时系念呐、啊，啊，里面念到三国一比丘在底下向他顶礼呀、啊，啊，师傅你跟他的女众讲一讲哦。” 我说哦，好吧，那就好意啊，劝劝他，看看好不好意思了，啊，呃，就好好的规劝他呀。我们呢、啊，啊，真的，如果依佛的戒律啊，是这样的，底下有比丘，尽量有比丘来做三时系念哦，怎么样？我们还还这么的好意嘞，哎，不能接受，啊，所以这诸位啊，他不能接受，他就要这样搞，你要抓起来枪毙吗？啊，没辙，没辙。 啊，出家人也只能说如法如律如佛所说啊，希望这样劝诫你。那我们没有强制，我们不是法律呀、啊，对不对？国国家的法律，你犯法，我可以叫公安警察把你抓起来啊，对不对？太过分了，杀人放火、强奸啊，经济啊惯犯抓起来，要不然就枪毙呀、啊嗯。出家人也不能这样子啊，所以你碰到一个六的居士。 啊，有大我慢的机士法师，就是两个字，没辙，你不法度啊！啊，我特别人家宠啊，不你是别安弄，啊，你不法度啊，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还是修自己的喽，对不对？啊，你讲他好，一讲他，嗯，我的名字就要改，姓顾，名字叫做任彦，是不是？你过然晚，嗯，你再讲了，他就不高兴了，啊，所以没办法了，啊。 因此啊，啊，有个人呢，对佛教很热衷，就说：“师父啊，你现在对佛教啊有相当的影响力啊，你为什么不登台高声一呼，哪个是正见，哪个是外道？”我说啊，很快我就会送进中列祠了，真的不骗你的，不骗你的。 尽忠报,、啊、报国，啊，尽忠报国啊，为法王身，是不是啊？啊，我想还是多活几年呢、啊，把《能严经》讲完，啊，是不是啊？是以是因呢，而作常住节我及万物皆是非常，故曰则多常非常啊，直。 即志在天，即异界顶，魔王天，《涅槃经》家藏言这么说：一切众生细是自在天作，能结经涂炭啊！涂灰外道说，即志在天啊，为万物啊，万物因这个涂灰外道，我看过，全身都涂泥巴。 先生的读你吧，我有我有有我有看过啊。请以事业为身心，从彼流出，即于虚空万物啊，皆其生起，正以此天相似。哎，所以物以类聚啊，故也成其伴侣啊。既然既惑，不生灭性，则必啊弥佛国菩提之道；一迷生灭世因，则必亡是正知正见啊，而堕邪之邪见也。 啊，因为这一段比较难，我我再把经文呢、啊、贯穿起来啊，诸位看，我把经文贯穿起来。又善男，子，翻过一五零九啊，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以灭生灭，以而以极灭精妙未远。啊，我把它贯穿起来。若欲所归的事因，为我所归一之处，自己怀疑我的身心。 从啊所归的誓言，我所归之处所流出，包括十方虚空贤奇生奇及所全部生起之处，包括我们的身心先流造作之地，以所归之事言，提早做真藏生，啊，做无生命解，还在生命中这最维系的第八意识，却提早即。 常住的真心，既惑于真如不生之理，亦惑于是因不生灭之心，安住于真心妄心双迷的沉迷，生书生之结者。世人则多以以是因做常，我及万物为非常的执着，即啊自在天一切众生是自在天所作啊，即万物为自在天所作。 陈其伴侣与外道的自见相同，求佛道却搞成外道，弥佛菩提往事之见。所以在在座诸位啊，你慢慢的体会亲近一个上人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对不对？你现在就知道了，你会心惊胆跳的。师傅要选择徒弟哦，徒弟也要选择上人了。 那个恶之剑、坏佛的正剑，一下子就把你百千万劫的法身慧命全部都杀死，全部都杀死啊！啊，在座诸位啊，啊，嫁错了丈夫有救，或者搞离婚，或者他先死，哎，我就解脱了。这个不一样，这个恶之剑呢，一搞了，那生生世世的法身慧命完了，断掉了，断掉了，啊！ 所以啊，修行啊，要用智慧来抉择啊，尤其是你要亲近的道场和亲近的师父。接下来一五一一啊，中间的经文是名第三立因一心成忘记国，为远圆通被涅盘成生道圆种。解释一下，是名第三立因，这个要顿点。 因顿点一之心，顿点一，因跟一两个角度谈论啊。什么是因呢？啊，这个是执着，是能生我身心为因。哎，此事能生我身心为因。一呢，就是处。哎，正是我所皈依之处，就是能生我身心这个地方为因，正是我皈依之处。 其实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是它角角度不一样啊。所以第八是又是我的因，能生生心为因，又是我所归依之处。同时，心就是自心呐、啊。曾忘记之果啊？为什么曾忘记果呢？以生灭是因呐、啊，做真常生，当然是忘记之果喽。为什么呢？啊？ 把第八意识、第八意识作为一切的因，又把第八意识怎么样？还生灭的声因作为真常生，当然是忘记之国了。中间加四个字啊，唯圆言,言通。这个中间加啊，忘记成忘记国。国的底下补四个字，王师本修。王师本修，失去的本来那种持戒，修楞严三昧。 啊，还有菩提舍那的光辉，啊，什么他三摩禅那，这些通通没有了，持戒没有了，修定也没有了，佛的智慧也没了，所以、啊、王师本修了，为远圆通，被涅盘成，生道眼种，立阴一心者，即。 事加一个词啊，即此事能生我身心为因，又即正视，啊，补两个字，又即正视。同时的意思，同时又是我所皈依之处啊，唯一曾忘记国则，为一生灭是因，作真长生，还在生灭。 就把它作为真常生的成就，忘记之果，王室本修，自以圆通相为圆流入外道，正与涅盘相反背矣。此以上科同一事因而所执之意，只是执着的角度不一样。前知我缘人生万物啊，此即彼缘生我身心不一样，故曰道缘种颠倒了，颠倒成为道缘种。 接下来，知无知知，看经文，有善男子，穷诸行空一面生灭，而以极灭精妙未远，这个是第四知啊，知无知执着一个知一个无知准善可知，翻过来一五一二，若以所知知片缘故。 因之力解，十方草木皆成有情；与人无异，草木为人，人死还成十方草树。无者骗之生圣劫者，世人则堕之无知子啊！不扎现泥，值一切解，成其半离迷佛菩提往事之见。好看一下啊！ 是若以所知，注意是所,所观的事因而知；若以所观的事因而得到了一种偏知，不是正知，只偏缘故啊、呃。我认为啊，这个事因呢，啊，周遍十方已经够圆满了，因为提早执着啊，啊，作为做增常了、啊，知偏缘了。 因之利解，因为啊，所知道的不是正知、偏知，因之利。注意，一定要补一个字，这个字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之利义，田跟共义就是不同。因为偏知了，利不同的见解就是意见，所以这个义就特别重要啊。因之利义解，就是不同的啊角度。 十方草木啊，皆成有形，连这个草木啊，都说这个是有生命的哦啊！现在的科学啊，也常常这样讲啦。你看啊，说呀，你看呢、哦？如果说这个，嗯，水水果啊，欧洲啊，有的人呐、啊，啊，呃、啊，这个种这个葡萄啊，啊，水果啊，就放这个地级的交响曲啊，啊，或者是呃莫扎特的。 啊，或者是啊，其他的音乐家，啊，交响乐团哦，就开始了。哎，他们就说这个葡萄啊，就会比较甜，成熟的就比较快。日本现在也学这样子，也学这样子，那、啊、学这样子就种那个瓜，温室里面那个那个瓜，甜瓜，他就放音乐，放音乐、啊、给他听啊。嗯，所以现在人也认为。 十方草木都称为有情，在座诸位，在佛的角度啊，有情必须能够移动，必须有强烈的直受，必须有人类观察的出来、啊。所以我们用现在的这个呃科学来印证说，草木都称为有情，不符合佛的啊。如果是草木有生命，那是对的。 草木当然有生命，没有生命它怎么成长呢？是不是啊？这十方草木皆成有情，跟现在跟一些科学家讲的哎有一点类似啊。与人无异，与人无异，意思就是皆有知咯。这草木为人啊，意思是草木会转生成人，人死了以后又成为十方的啊草树。 啊，无者啊，无者就是不分别、不选不无者就是不选择，嗯，无者有情无情就是没有选择有情无情，通通骗子就是骗皆有之，通通是有之，啊，如果是这样就好办了。如果骗皆有之，那按就很简单了啊，诸位，那如果说我是农农夫的话，啊，汗滴禾下土，对不对？粒粒都皆辛苦了，汗滴禾下土。 啊，那就很简单了啊，就跟就跟着我种了几亩地，啊，跟这些道子讲，说道子道子，我慧律法师很辛苦，你们都是有情啊，有情，来，麻烦你们自己跑到仓库去，我 <laughs> 也没辙了，没办法了，对不对？那不能移动啊，是不是？哎，你讲他听不懂啊，啊。 生圣觉者，也就是把这个植物啊，当做是动物来看。哎，是人之惰，自无知子啊。那么知无知，意思知跟无知，通通是有知啊。那么这个时候啊，跟外道的破扎现你两种外道执一切觉，意思就是一切觉。注意啊，这个不是佛的觉，一切觉就是有情无情皆有知觉。 哎，叫做一切结，这个跟佛的一切结是不一样的哦。啊，文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意思是完全不一样，是指一切结，执着一切有情无情皆有知解，成其半离啊，弥佛菩提王师之间。好，整段师父把它贯穿起来，就是若以所观的事因，维系的事因。 啊，偏知这个知不正知，偏言故，因种种的偏知而立种种的不同的见解，认为十方草木皆成有情，跟人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有知。草木死了可以转生成人，人死了以后又变成草木。啊，所以啊，人是换成十方草树，没有选择，不管怎么样，有情无情。 皆骗啊！骗皆有之。神书圣见解者，世人则堕于外道，知跟无知，通通有知的执着。这时候跟波扎的外道、现你的两种外道执一切结，一切有情无情皆是啊有知觉，成其半尼修习佛道啊，变成了外道啊，迷佛菩提王师之见。 问定曰：“所知就是所观的事因也，谓事有之而一切法由之变起，因即之体，缘片诸法，水立一节，谓无情都有之。十方草木本属于无情，以一结，一结就不同于佛的见解了。皆成有情啊，以人为义，草木为人，人是凡成十方草木，互为轮转，无所见责。” 有情无情，而、呃、片皆有之。在这里要补充一下，在比丘戒里面说，比丘不坏鬼神村。在座诸位，在家居士要特别注意，在戒律里面讲，就是只要这一棵树有大人的高度，有大人的高度，人的高度，这一棵树，鬼神就会聚集在这个地方。 不是树木本身有情，树木是鬼神聚集的地方，叫做啊，树木叫做鬼神村，所以比丘不可以坏鬼神村，是树木就是鬼神之村，不是春天的村，是村落的村，村落的村，所以在家居士，如果你上山。 就算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也不可以随便折坏树枝、折坏树木，通通不行。坏鬼神村，只要有一个人的高度啊。那么，如果我们要建筑的话啊，像我们啊，鱼池乡要开始动工，我一定跟他点三支香啊，这些鬼神呢啊。啊 我们就要动工了，啊，无论是山神、河神、土地神等等，我们在三天就要动工了。最后一天要动工，哎，拜水果，拜水果，请诸侯菩萨，还有啊这些啊啊山神啊、地神啊、鬼神，请他们知道我们要动工了。还有这些啊蚂蚁啊，希望他们迁村。土地的蚂蚁啊，对不对？啊，三天以后，哎，有的人更早。 一个礼拜前，就一定要先点香，告诉土地神，来，告诉这些山山河神、山神、河神等等，我们要动工，我就是这样做，点香，三天以后不跑，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啊，就没办法了，啊。